让桃在呼啸，祖国的烟也在咆哮，是万万人的热血在跳跃，青年的怒火已在燃烧，谁能够再撑？人民向我们喊叫，国家向我们号召，打起背包，拿起枪刀，请中国的儿女们光明的前头照耀，期待期待期待投降中国人民的话，中国的长城谁能够达到，快来冲破汹涌的波涛，轻举着美丽的舟楫，踏着奔楼上的银行，让大方的风雨气向我们围绕，淬炼出钢铁筋骨，化为烈火向未来燃烧，激起铁腕挥动枪刀，新中国的主张是正义和公道，我们的地位是反侵略的前哨，永远不许妥协，永远不用枪刀，扫除金风给你扎着，满足了人民的需求，心中国的爱。